韩国新锐设计师 Aaron Han 一直在纽约从事高级定制服服装设计。2014年回韩国后，创立了自己独立的品牌 Apple Apple 都会别致，极简时尚是该品牌的设计核心。受到火红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造型团的邀请，为宋慧乔量身定做在剧中的造型穿着，一夕之间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。与设计师熟识的女星宋米琴这次也很难得的与这个品牌做联名款，希望能够把韩国的设计带给所有的台湾人，希望台湾人也能喜欢这个品牌。她也亲手打造自己的购物网站的 eStyle， 希望借由 Shopline 引进更多韩国设计师，让台湾能够在第一手的情况下获得韩国的时下流行。今天就是第一次我自己主办代理品牌的身份来，就是办一场服装的秀。这个品牌是韩国的设计师品牌，然后也希望台湾的朋友们也会喜欢，然后也介绍给大家。今天其实非常紧张，然后我刚刚也稍微走了一些秀，我想说很久没有走秀会不会走错，有一点担心了一下。这个梦想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，就今天才达成了一个另外一个梦想。那我还是会有艺人的身份，那想要多挑战一些新的我的梦想这样子。